哎呦，野孩子拦车。叔叔，你们可不可以带我们上去一程？带你们上去，你们是要上去山上吗？对的。哦、那这怎么没坐车呀、啊？没打到车吗？不是，车费没有带够。你们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带我们上去啊？啊，车费没带够，那你们刚才这咋上来的？走路。走路啊？嗯。哎呦，这小弟弟，你们走多久了？一个多小时了。一个多小时啊？嗯。哎呦，我的天！那这样行，那你们先上车嘛，好吧？先上车。啊、谢谢叔叔。没事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有礼貌。还拎了些零食回去吃啊？不是，拿去给爷爷奶奶的。那你这钱是妈妈给你们的吗？还是我自己省的？那你们平时一周妈妈给你们多少零花钱啊？加上车费的话，40-50块钱。如果除去车费的话，就是10多块钱。哎呦，太懂事了，你这俩孩子。你去帮他们干点活。你俩回去帮爷爷奶奶干活。嗯。那，你家大人呢？爸爸妈妈怎么？爸爸不在了吗？然后呢，妈妈在县城里租个小房子，就回不上，赶不上回来嘛。我们两个来帮忙。叔叔，我们两个人只有11块钱，行不行？哎呦，这十一块钱，你俩平时零花钱吧？嗯。嗯，这样又，我们反正就是说，也就是脚油门的事，不要你们钱了。爸爸拿着吧。没事，不用，拿回去吧。你们平时买点文具啥的，好吧？好的。谢谢叔叔，去我家坐坐吧。你们免费送我们都很开心的。去你家坐坐啊？可以啊。嗯，也行，我们去看看爷爷奶奶，好吧？好，走这里走。周边。好的。哎呦，这都到山顶了呀！这么有点滑。哎，好，哇、哦！摔倒了。爷爷奶奶还在上面啊？对的。习惯了就好了呀。习惯了就好了。习惯了就好了。那个要拿那些衣服，我们也没有能力给爷爷奶奶买那些东西，真的是。学习怎么样？一般般了，在班级的话还是前几名。前几名呢？还一般般，这么谦虚啊？那就是有点好。还没考过第一名吧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也很厉害了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考不到第一名。努力，我相信你还能考上。到时候我们看着在你这个成长的路上，就是助力你一下，让你走得稍微轻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叔叔。回头跟妈妈说啊。好，谢谢。嗯、你说你做的饭好吃。来，你看这个衣服啊，衣服还是有男孩的，有大的有小的，回去挑。爷爷奶奶也给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你穿啊。好。嗯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鞋你看，有大的有小的，你们肯定有合适的，自己去挑着穿啊。嗯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你看这一摊书包，你们谁都有啊。那就这样，完了我们就回去了。回头不是刚才我们联系方式留了吗？回头我们再联系你，好不好？嗯，你们也就回去干活去吧，是不是还得干活呢？嗯，那我们就走了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，再见。再见。